Hello， 又是我 Rio 啊。咁上一集咧就讲完 Monterey 嘅生活配套啦，咁今次咧我哋就入去 Monterey 嘅会所度睇睇先。Monterey 咧就有40,000尺，除咗装修几有气派之外咧，设备亦都好多元化噶。有三个室内同埋室外，仲有私人专属嘅泳池，亦都有室内运动场、gym 房、乒乓球室、音乐室、儿童游乐区。好啦，唔讲咁多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去睇一个352尺嘅一房平台特色单位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一个一房嘅平台特色单位啦。我哋睇下呢个环境其实都几清幽噶，仲听到啲雀仔声添。这个平台就够晒大啦，平时可以咧搵埋屋企人一起过嚟开 party 添。嚟到呢一个位置咧，就会有一个开放式嘅厨房啦。咁其实咧呢一个嘅主食炉啊、蒸焗炉同埋雪柜嗰啲咧，全部都有晒噶。上面咧都会有啲收纳嘅位置啦，可以摆到好多嘢噶。煮完嘢食之后咧，转咗坐低食个饭，真系好方便噶。咁我哋而家咧入去睇个主人房先。主人房嘅位置都系望间房偏户嗰一边嘅。咁呢一度咧出面嗰个帘咧就系全自动嘅。主人房转右咧就入去望下个洗手间先。全部都系原装嘅交流标准。咁单位咧我哋就参观完啦。如果大家对 Monterey 又或者系同类型嘅单位有兴趣嘅话，随时揾翻我啦。我系 Rio， 拜拜。